志强与曾志熙稳定交往七年后，于去年宣布结婚喜讯，近期也透露正在积极备孕。日前陈志强难得在节目中提及与老婆相处的日常，却把主持人苗可丽吓坏。当天节目的主题是男大女小的夫妻组合到底会不会比较幸福。期间陈志强被问及和老婆曾志熙的年龄差，他透露两人相差11岁时，苗可丽瞪大了眼睛，十分惊讶地询问陈志强是怎么骗到女方的。对此陈志强急忙澄清表示，两人没有欺骗对方，更自曝是老婆主动追求自己的。至于男大女小会不会比较幸福，陈志强则认为年纪大的男生思想行为都会比较成熟，即便是幼稚的举止在女方看来也只是孩子气。反观若双方年龄相仿，但男生比较幼稚的话，才算是真的幼稚。Bye.